嗨，Hello，大家好，是 Leo。我现在带大家来看加密货币。那我们先现在先看 Dogecoin 狗狗币，这个是日线图哈，日线图。那你看一下它的线都是被上面被这个呃粉红色跟蓝色算是月线或季线的的压力哈，这个压力下来。那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 嗯，五日线跟十日线在在哎、欸，等一下哈、喔，它这里又有,有一点交叉了哈、喔，你有没有看到？橘色的是五日线，蓝色的是十日线哈、喔，然后是呃昨天有点压力跌下来，但是呃看起来比较好的地方是十日线好像有点有点在上弯。那我接下来带大家用一小时线哦、喔，一小时线看，那一小时线的话，如果是这个绿色。 这一条的话，因为一天二十四小时嘛，乘以五就是大约五天线哈。那你看它现在五天线在在前阵子这里是有往上，那后来又走平，这里啊，后来然后又走平，这样。然后我再再把这个 K 线把它改成两个小时的，两个小时就变成这一条绿色线，就变成是大约就是十日线了。 他们觉得，哎、欸，好像，好像状况就比较好了。你看一下，有没有？有点。你看一下这里有没有？有一点在，在上弯，这個、位置有没有？这里一点点，一点点。所以，嗯，目前来看一下五日跟十日黄金交叉是状况是比较好了哈。好，那我带。 带大家再回去看一下这个，这个，这个是日线图，这个地方，这個、地方，哦，起码这里状况是比较好一点，黄金交叉，但是这上面还有一个那个月线的压力嘛，所以就看这时候是会往上呢，还是往下呢？当然，我觉得可能它会跟着比特币去走啦，比特币跟这个线图也蛮接近的。 那现在是将近是二零点二四八嘛，大概将近零点二五这里啦。OK，那之后有什么新的状况带带着大家一起做分享，谢谢。